来喽，抽题我觉得是重点，抽题哦。哦，这个 OK 啦 ，OK 啊，这个 OK 啊 ，OK 啊 ，OK OK。好，来了，准备好了，我们计时开始喽。来哦，来哦，好，塞哩，塞哩，哦哦一袋，哦哦一袋，加餐盐水，餐盐水，土豆腐，土豆腐，好吃，好吃，再来一次，塞哩，塞哩，哦哦一袋，哦哦一袋，餐盐水，餐盐水，土豆腐，土豆腐，好吃，好吃，我们顺着讲一次啊，塞哩。哦一袋葱盐水土豆腐好吃。哦一袋葱盐水土豆腐土豆腐好吃。好吃。哦哦一粒。啊，等一下。我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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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疑问。在的。三个字嘿。嘿。好好一袋。好好啊一袋。葱盐水。葱盐水。豆腐好吃啊！你干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豆腐。豆腐好吃。好吃。塞哩。塞哩。三连水。三连水。好吃。好好吃的。好吃的。三连水。三连水。什么？豆腐好吃。豆腐好吃。哦，有疑惑，有疑惑，已经完蛋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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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塞哩塞哩嘿，好好一袋，好好一袋，好好的一块。沙盐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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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好吃，豆腐好吃，豆腐好吃，嘿嘿嘿。再认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塞哩塞哩嘿嘿，好好啊一袋，好好啊一袋。沙盐水，沙盐水，豆腐好吃，豆腐好吃，哎，再次，再次，再次，好啊，一袋，沙盐水，豆腐好吃，好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就好哈一袋，就好崩一袋，为什么要日文呢？就好哈一袋，就好沙盐水，就好崩一袋，沙盐水，可以盐水哦。三盐水，三盐就好哈一袋，就我蒙一袋。三盐水，三盐水，嗯，三盐哩就我蒙一袋，三盐水。对，三盐哩就好哈一袋，三盐水。三盐，我忘记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时间了。加油！哎呀，我们好怕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获胜的耶。简单，但没想到怎么会在这么前面就坏掉呢？好不好？我先请开门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开门。来，答案是什么？塞的就要崩起来，对啊。然后重点就要崩起来，就要崩起来，借我摸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要摸一下？然后嘞，怎么可以讲？摸一下，什么东西可以借我崩起来？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啊，都结婚了，还有什么不好讲？就要崩起来，然后。没关系。三的水，三的水，三的水，三哦，衣服嘛，衣服，三金三，衣服会很漂亮。三的水，嗯，是叫三的水，然后呢？服装师好了。哪个时装单位会出这么无聊的题目？我解释给你听好不好？三金水啊，三金水啊，摸几下，摸几下啊，摸这样有没有？也是很有道理啊，摸就摸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本来也可以。嘛，确定是服装师吗？好，让我们来看答案，到底是不是服装师呢？答错！没火了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？为什么你？为什么只有喷小狼哥喷成这样子？你有喷？不是老鼠。每一次我来到这个玩游戏，他们讲的话很狠呢。好呀，终于可以报仇了。不是来自于你的烂表现。谁是老鼠屎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
来哦，来哦，好，塞哩，塞哩，哦哦几得，哦哦几得，加餐 N 水，餐 N 水，土豆腐，土豆腐，好吃，好吃，再来一次，塞哩，塞哩，哦哦几得，哦哦几得，餐 N 水，餐 N 水，土豆腐。土豆腐好吃，好吃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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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疑问。在的。三个字嘿。好好吃的。好好啊吃的。三恩水。三恩水。豆腐好吃。啊你搞。最后什么？最后什么？豆腐。豆腐。好吃。好吃。在的。在的嘿。好好吃的。好好吃的。豆腐好吃，豆腐好吃，豆腐好吃，在哩，在哩，就好哈子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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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三零，九号花几得，三零十一，要我忘记了。他是这样，直接。台语传话，小兰哥是零分呐、啊。我们这队也是零分，所以比数是零比零。哦耶，守住了，下一个游戏。好，那现在要来进行我们全新的单元了。好好好，那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呢，哈，这个呢，这么白的，那么大的一块匾额呢，它不是碗圆，好不好？那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用剪影，让对方能够猜出你们到底在干什么。哇！这个是两人合作的一个最高的境界。两人合作，可以都是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，对对对对对，一男一女，真的，一男一女哦。发想呢，提供来自于梦卓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这是我的专业，谢谢。对，哎，好好表现，哎，因为他的 pose 是最多的啦，好不好？是最多的。那各位规则都很了解啦。好，好的，那我们花花队先攻啦。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花花队的战力啦。在那个我们的剪影后面的激情四射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王仁甫还有 Iris。好想报告。后面的两位，请准备啦！计时开始。什么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在干嘛？按摩干嘛？啊？好怪哦！你们在干嘛啦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人形蜈蚣。路迷路迷路迷路。乔大哥，哎，不是。驴子驴子驴子。哎，犀利吗？犀利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牵手观音哦，应该是木人桩。是叶问衣架，木人桩上面，狼牙棒，狼牙棒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啊？一根一根的仙人掌。恭喜答对。哈，太难了吧？蛇蛇蛇了蛇了，那个印度的那个蛇，那个。那就蛇啊蛇。蛇人嘛，这什么东西？这蛇是这个这个，这什么？弄蛇人什么？双胞胎，蝴蝶，蝴蝶，是啊，蝴蝶，蝴蝶，好厉害！哇，他好聪明哦！下一题，哎，下一题，不会答那么快，怎么会这样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时钟，时钟，时钟机器？不是，这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螺丝帽，螺丝帽，再叫一
我看我们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今年又跟金钟奖无缘了。小朋友玩的游戏那个玩游戏，跷跷板。恭喜答对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千手观音？这什么？晒一下。什么树？什么树？莲子树，会不会上面那个圆圆的？恭喜答对！下一题。我好紧张哦。他们两个一直咳嗽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可以播吗？是人形蜈蚣。人形蜈蚣。变态！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蜂蜜吗？这是什么？蜂蜜？飞鼠？很接近。接近接近吗？老鼠、蝙蝠、很多脚的。谁会这样走路？什么？谁？王仁甫啊！我觉得你不要用，你不要用衣服。那是耳朵吗？还是不要衣服？啊！三七！要抱来抱去，好不好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哎呦，好会这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 ？Lover， 断背山。这什么 ？iPhone Tower。抢包厢吗？这什么？其中一样东西部分，饮料，牛奶，什么饮料？很多饮料都是这样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很多饮料都是这样，就是铝箔包这样，一定要擦一下，对不对？下一题，难猜了，很难，下一题，后面两位已经虚脱了，我们好多题哦，真的很难呢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。的时候自己再看了，好，好不好？赶快睡觉，赶快睡觉。那刚刚呢？我们花花队恭喜答对九题，真的要谢谢谢谢我们仁甫啊，还有我们的艾瑞森，两个人太辛苦了，好累，超强的。而且刚才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出来，我的衣服都衣衫不整了。后面不知道做了什么啊，嘴巴擦一下你们两个啊。居然可以九分，真的？那我们两两队随便弄也赢他嘛？可以啦，哎呦，可以的，哎呦，这么厉害，哎呦！不信看一下我们两两队的表现。哎呀，辛苦了，累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就要拜我们那个两两队了嘛。开玩笑，我已经派出我们这队的强棒，都在这个幕后面。你在讲什么？想谁呀？两个。哎，那我们两两队开始喽。凶多吉少，凶多吉少。不要聊天哦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哇哇哇！这是什么？哎呦！你们要整个就等于是……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个……这什么东西？名大一下变小。哎呦！时钟。一根东西。一根东西。对。脏东西。哎呦！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呦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一样。这个有点难念。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
叫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老板说你在干嘛呀？他的化化缘，他的化缘，他的化缘，他的化缘。哎哎哎，啊，叫他，叫他，叫他。化缘。圆规。圆规。这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蜜蜂，蜜蜂，哇，蜜蜂，水母，水母，什么虫啊？昆虫哦，昆虫，对，昆虫，你是 bug， 章鱼 ，bug， 是章鱼吗？这是谁？章鱼吗？昆虫，海葵，海葵，海葵，那个八只透抽，水管，昆虫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会这样动物？哈？三角鱿鱼，鱿鱼，墨鱼，还有喷出黑什么鱼啊？黑墨鱼，喷出黑黑的东西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哪里？那不是墨鱼也对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没有喷，等一下，喷要怎么演？喷要怎么演？喷，这样完了以后，他们总是要有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对嘛？那你去后面比比看呐，你去后面比比看。跟梁子一样，你们两个喷给我们看，我们要看一下怎么喷。真的，演得好，演得很好了，可以继续。下一题，下一题哈，来，可以开始了啊。哎呦，乌贼，乌贼，乌贼，墨鱼，红中，好，好，感觉是一个字哎。嗯，啊啊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哎，这两个谁找来的？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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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快哦，哎，比较好哎。什么？哇！这什么？蚂蚁，蚂蚁，追梦人，蚂蚁，蚂蚁，骑摩托车，大象，骆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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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答对，答对，对耶！骆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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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对，答对，对耶！哇，下一题，这里请大家安静。上圣诞树不对啊，刚刚说圣诞树了，太烦了吧？放烟火啦，放烟火啦！电对啊，我想说这么多。101的烟火，电线杆啊，电线啊，这个是干嘛？啊，洒水器，类似类似类似。哇，洒水器啊！哇，我知道，灯塔，旋转门，旋转塔。哦，厉害，好难哦。对啊，你那么擦还可以擦出来。那两个有没有别人呐？好了，灯塔，灯塔，手，罐头塔，开关器，很俏皮，开关器，这什么啊？是什么？什么？下斜塔，铅笔，铅笔，哇，这什么？什么？这有点复杂哦。弓箭，啊，弓箭，哎呀，小林哥帅气，哇，
哇，这什么这？啊，不好吧？哇，这样可以吗？奇怪，你确定？你确定七这样子也没关系吗？老飞少，老飞少，瓜牛，有没有试试看倒过来会比较好？倒过来会比较好。他懂了。啊，又是圆规。灯塔，灯塔，弓箭，弓箭，圣诞树，不是都不一样啊？哎哎哎，会动哦！哎，这个时钟，时钟对了，哇，好棒，越来越好哎，相反方向哎，渐入佳境哎，反方向的钟。会开花，会爆炸，这个真的会喷，不是喷水池。一，火山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算不算？算不算？无所谓了，算了，应该没所谓了吧？哎，看到没有？时间到了吧？杨洋队十三分哎，怎么可能？开玩笑，我们本来对他们完全不抱希望，真的。情来了，过去真好。我们就算很没关系，就是能报就尽量报，因为我在家里也蛮寂寞的。我们来算一下总成绩啦，我们花花队九分。